哪个学校的呀？我在新疆工程学院。您长得好像芭比娃娃，您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学测控技术。瞎了你也穿了白色入境，这就叫宿命，也叫命中注定。你是新疆人吗？是。新疆哪的？葡萄干。葡萄干。你咋特别有混血感？Hello，Hello，打扰一下，不影响你们学习吧？就我是个摄影师，我刚给你在学习拍个照片。我这张可以发给我吗？啊，可以。两位是同学吗？是同学。哦，哪个学校的呀？我在新疆工程学院。您长得好像芭比娃娃，您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学测控技术。哦，工科，你有考虑过去做模特吗？你真的长得很漂亮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。有机会吗？你机会来了。这是我账号，来新疆拍一些同学啊，这样子。就你有空吗？有空。有空哈。Come on, 瞎了你也穿了白色入境，这就叫宿命，也叫命中注定。这附近肯定有丘比特在促进，用带着新的弓箭把我们牢牢固定。我说。来不及，太开头了，赶紧自己。嗨嗨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个摄影师。然后我们再拍个采访 ，OK 吗？可以。您是新疆人吗？是。新疆哪的？葡萄干。你咋特别有混血感？就是我刚才在人群中我就看到你了。咱们的身材比例真的超级好。我要问一下咱们身高体重多少？可以说吗？可以174，然后45公斤，之前在上海。现在呢？原来啃老。那在新疆平均颜值这么高，那不是更难混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自己的女人最美，我觉得还算 OK 吧。我觉得您特别美，缪斯一样。现在就浑身散发的光芒，邀请您就是再拍一组照片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可以去人少一点的地方，规划你太多时间。可以。